给他扇风了吗？他不扇睡不着。嘘，小点声。那个空调，他说空调风凉，完了这个扇扇子的自然风的舒服。这一天天过的，这不你让我给你扇扇子的吗？你滚！你踢谁呢？那怎么我给你扇风你也踢，我不扇风你也踢，我到底咋的呀？你想干啥呢？我没想干啥，我没让他给我扇扇子。你没让他给你扇扇子，他能傻乎的一直搁那站着给你扇扇子？你吃饭咋不让人喂呢？不是，阿姨也喂，有时候也喂。别瞎说，真是反了你了！你以后再欺负他的啊，让我知道的啊！你赶紧在空房里起来去把菜给我摘了去，成天啥活也不干，就知道睡觉。赶紧看空房里，快点！阿姨，他瞪我。